告别中秋，喜迎国庆，美国华人把握十月份返乡探亲。美国的许氏三业集团这个礼拜再次联手东森特卖会，推出好事成双珍珠森礼盒，方便华人佳节送好礼，同时也庆祝创建44周年。虽然每一千株高品质的花旗参里，全省手工挑选出只有5棵，如此罕见珍贵的珍珠参，许氏三业集团在总裁许忠增的全程栽培下，已经被不少人视为新一代的滋补极品。只有自营生产才有珍珠参，我们这个我们记得了，这东西太少，太少了，难种啊，不是好种，种长的很好种，所以很多嘛，对。这个短的，尤其短的难种，这个更难种，这10%不到的，有时候5%到10%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一片生田里面只有1-2-3-5%，就这样。对对对。明白好品质需要用心培植，许氏作为华人世界第一品牌，欢庆成立44周年，特别带来许氏好事成双珍珠参礼盒，一推出马上收到许多顾客的好评。这个是新包装，这是柿子嘛，成双嘛，哇，事事如意，对，这个谐音很好，而且它这个中医我在外面没有看到，很巧妙的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上面是一个叶子啊，弄下来，这里面装的就是我们的珍珠参。已应有许氏商标，100%来自威州许氏花旗珍珠参，要让每个顾客都喜欢，东森特卖会精选，免税含运费。观众查询更多详情，请上东森特卖会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